吃饭，海葵配米饭。这是用七个海葵，也就大概一斤，炒出来。哎呀，刚刚好。黏黏的汤汁啊，就这个汤汁用它来泡米饭，就是特别的，哎呀，然后，有很多朋友问我海葵一斤有多少个，就是不一定。正常来说，一斤就是八九个，差不多。就有时候个头大一点的话，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纯野生的，所以它的个头的话是不好控制的啊。但是我尽量，但是给大家发货的话，我们都会尽量挑大一点。